学长，这个案件哦，现在需要到三天啊。这个案件有新的事情，希望你啊，会当重新调查。哦，好，我知影。那安尼，你有任何消息，你马上跟我讲。好，多谢你。就算有实习学长在体检室内面，伊嘛无能为力。这根本啊，得挑故意歪予张玉夫的案件重见天日，除非换检察官。也毋过，我并无这个权力来处理这件代志。看起来，这个问题真正是困难重重。提醒你，卖搁扫邱庄一夫的代志啊！是啥？是啥派你来？这无重要啦，反正你若是继续扫手，一定会出代志啊！恁银行人真正有够可恶呢，叫人搁动摇卖户头，我见过恁哦，赶紧处理！啊，若无，阮含恁是大律师，绝对过死！啊！竟然敢挂我的电话，真正是要甲气死！想袂到达人集团迄边的人真正甲妈的户头冻结，因安尼做就是为着要逼我倒去。今妈因害妈无生活费，妈身躯顶一无钱，就虽无安全感，然后就一直对我施压，就搁会耗咧，要我倒去对遐人顶头。哼，这手段实在有够垃圾。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的，让阿公继续安尼后背来控制我。对。我一定要赶紧把那对消失的小姨母仔囝找出来，先把阿公安顿好势，安尼，因就袂阁无聊来找阮的麻烦啊。喂，阿姨，敢毋是迪浩姐？哇，安尼看起来敢若要甲人冤家呢？哎，男朋友。不然你这样搬倒去嘞？当搬也是好解。巧，因在咧威胁我，麻烦叫他两位去报警。啊，怪人嘞，心态会较小人哦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啥？无论你做代志。哼，好怕怕哦！即摆我煞来威胁我呢吼。啊，你唔肯承认，但你我拍电话报警。到时阵哦，你家己去警察局，才是身份调查。这两个是许英泰的人，我伫咧调查，拢是赵医生这个案件，煞拄着这样一个困难，也够麻烦。敢讲，这甲许英泰无关系，所以伊才会想尽办法，我有张玉夫出来。打什么电话？哎，我就听咧。行。要小跑，小手够闹开的呢，啊，起来吧。哦，够甜。哦，我最近来这里水啊，我今仔日哦，会当讲哦，是到这世人哦，爱阮的计拢一计还煞咧。
啊，是安怎？最近我对着查某囡仔哦，拢只爱惹是非哈。还佫有啊，我说这社会哦，毋是靠拳头母，我是靠我头脑的啦。哼，哎，是讲你今仔日穿啥？应该是买健身房哦。我感觉你健身房应该拢是去心酸的哈。甲你无关系啦，我是要减肥。减肥的，哎。那呢？你健身房敢有请教练啊？我刚才要使用跑步机啦，那有需要教练啊？真好，那呢我来做你的教练。Man， 我无需要。哎 ，Man， 免客气啦，我这个名模千金在做你的教练是你的荣幸哦。行啦，行。喂。袂当袂当，你受冻啊！你加加困啊！啊！肥烟的啦，袂当你就停下来啦。这运动哦，不是要拉长时间，顶多是爱时间短暂，强度够，啊，你们才有好个。继续。啊！其实啊，你也无大块啊，所以无需要减肥。也唔过哦，以男人来讲，你太弱了。所以给锻炼一寡核心肌群啊，啊，那无过几年啊，恐惊你又开始中年发福啊。所以啊，你即摆把肌肉练出来，靠 power， 哎，查某囡仔唔才有安全感。巧讲了无唔对，为着天呐，我一定要好好锻炼家己，安尼才会用个让天呐感觉有安全感，我嘛才会用个真正去保护伊。持续练习，只要有耐心，方式对，保证三个月一定能看到效果。我会给你定条条哦 ，Trust me， you can make it。啊，啊，我今麦已经看到我的人生跑马灯了，袂用的，哎，我也感觉。哦，袂用的啦，你搁爱做伸展操啦，啊，若无你会受伤啦。我懂。起来啦！啊，我懂。啊！我是。这个李浩杰看起来肥嫩啊，肥嫩实在是足够水的，温文儒雅，斯斯文文。跟我细汉时阵饲的迄只布美狗，那足像啊。你是在创啥？阿伯，我的颜面神经失调啊！你伫我身骨拍遮尼久啊！你根本就是偷心我啊！啥来偷心你啊？我都讲过，我颜面神经失调啊！而且拄只唔知是安怎，哎，头壳足重的，阿妈棍小可扛袂起。啊！一个无细日头落落，都磕着你的嘴唇啊！无这么想啊，恐惊的哦，出问题。你嘛别人讲啊，什么初吻？我第一个听到什么颔骨啊，当当扛袂起来。我看你哦，根本有什么颜面神经失调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偷心狂。偷心狂啊，偷心狂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白雪公主啊，那呢，我的这里白帽王子，趁今仔日这么好的机会，咱来练习一下什么叫做王子亲吻公主的情节。
敢那是刺激的呢，再来一遍。我才不爱呢。看你安尼，未衰，我是咧欺负黄花大闺女。啊，放心啦，我会负责个底啦。啊，是讲你拄只，毋是还阁趴伫咧遮袂顶袂动诶？哇，即马徛起安尼，而且看起来敢若阁会走会跳哦。怎样？姐这一吻传输给你的力量很大吧？充满战斗力。巧，你较注重的啊，唔通再来啊！我要来辛苦啊！唉，我还没做伸展操，就早已被辛苦，等不及，丢机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我脚够疼，啊，脚抽筋啦！哦，那你真落惨啦，还要跟淋浴间来抽筋哦。男朋友，敢有需要我跟你斗三工？唔免啦，我家己约的，会偷偷爬起来啦。也佫有啊，我唔是你男朋友啊。你前来骗过钱啊啦，要唔过我有验 DNA 都无符合啊。啊，那这个哦是有幻想症的神经病，这个确实是迄个姓张的查某囡仔，伊的亲戚无唔对。前年有来骗过啊，嘛是阮拆破卡手，啊伊哦连我囝搬去倒位拢唔知影，甚至连阮阿公的私生子叫啥物名嘛无清无楚。听我找人，迄个竞业朋友有甲我讲啦，要合成机关的资料啊，会当发现，伊姓张的死于人已经死啊啦。不过，伊敢若从来唔捌哦，听你讲的迄个私生子哦，报过户口呢。嗯，这件代志我早就知影啦，还是写这条线我嘛有去询过啊。我咧想哦，可能是迄个姓张的死于，惊讲阮阿公还是阿妈。去把伊个囡仔抢转去，所以毋才叫伊家己个亲戚另外替阮这个大伯报户口。啊是讲哦，阮这个阿伯呐是甲当阁有我咧，已经五十外岁啊，伊也毋过遐尼侪年来拢也找无人啊。其实我嘛定叫阮阿公放弃准拄煞。伊个是店内底哦，要放弃这两件。人若是我咧，就一旦看到人，就准讲是死啊，莫看到梦啊。放心啦，我会找人哦，继续追查落去。我相信哦，真紧就有好消息啦。嗯。这个许英泰真正是一只隐天狗，拢会当叫人拍我甲伊后生啊，嘛阁会当笑笑约我出来啉咖啡。